老王，你上哪？我上地去看。我跟你去。你去。我是实在不理解啊，老，天天就上地里看看，一天能来七八遍，没有事儿转一圈再回家。这一片地是头两天扣土豆那一片地，我姥姥给种上别的。这个好像是小白菜，这个是玉米。兄弟，啊？怎么？好。估计不动好，长不少呢，还结露露。你我也架那塑料袋，我折腾。啊，好，我架。哎，这回好了，土豆翻大的好了，吃吧这回，这不出意外。这半个月都是土豆芸豆，就在这里。回来了。啊，你就放着，再放顶摊，再给人掐去。啊，行了，我芸豆放这。好了，哎，老哥，等着掐去。行。老号，你搁这看什么？我看看这芸豆，你看你掐的，你干活能掐半截芸豆，你怎么能给芸豆缺？啊，不，它不有劲儿吗？有劲儿，他能说一点劲儿没有，谁让那运动了？你就弄一个运动啊，你就两头这么一掐，不就脱了吗？啊，你这缺你就缺一下，你怎么能缺一步都不会？你就活该。我不爱吃那劲儿。没有劲儿，它不能一点也没有，你就缺剩这么上台，它也不能一点劲儿没有。运动下锅了。老二，你找什么？我搞完又拿去了。我都放锅里了。哎呀妈，你真长镜头！我现在要搞锅里又拿，我先冒掉。老二，你又和面干什么？哎呀妈，我让面拿你翻了，我先和两饼吃，行不行？行。先和点饼。行，一样。你咋和的？准备开始贴饼了呢，你能贴上吗？老二，能，多那点，贴糊你脸上。最好吃。我看这水挺麻利。咋的？你要你这么好点？哎呀！老抽空把鸡喂一喂。出锅。海藻，这个饼是我最爱吃的一个饼，上手吧，特别脆。嗯，